哎、欸，现场有练有攀岩的吗？你练攀岩的、哦？真的很厉害。好壮观哦。好的，我是盖伊，今天在三剑客健身房发起了一项挑战，就是用单杠做出一个看似简单的静态动作。那如果你能够成功 hold 住五秒钟呢，奖金500块。那如果十秒钟的话，奖金1000。那现场呢，已经聚集了10多位的挑战者。他们不是一般的挑战者哦，他们是对自己单杠有着高度自信的挑战者。8下怎么样？25下，10到15，10到15下，就是一直拉，一直拉单杠，拉大家拉不到的次数。20下上去。20下，对。哇，今天这应该是要发出非常高额的奖金出去。哎、欸，现场有练有攀岩的吗？你练攀岩的、哦？等一下，很期待你的表现，因为今天要挑战的这个动作呢，我觉得练攀岩的或是接剑的会非常有优势。那跟各位讲一下，在开始挑战前呢，我们会先来做一个暖身动作，待会做完之后，大家就依序上来做。一样的动作就可以了。我们双手拉过杠之后，然后停下来，然后撑大概3到5秒钟。那就我们从最右边开始，一个一个上来。开始暖身动作，先拉过杠，过杠，4、3、2，好，轻松，4、3，啊，对，他好轻松哦，一，哇！过杠，过杠，撑，3、2、1，3、2、1，3、2、1。希望可以挑战成功。我刚刚选择是猛男，然后想说从那样的话走出去。手不滑就不用了。应该还可以，有够粗的。开始暖身动作，5、4、3、2、1，5、4、3、2、1，过杠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有信心，可是也期待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挑战。不要出花招，我自己拿得到。尽力拿到奖金，盖伊，奖金小心哦，我来了。看完大家单杠的一个小小测验，那已经看出来，就是大家的这个单杠水平是非常的高。我现在会示范等一下要挑战的动作，它这动作就是你成功 hold 住5秒钟500 ，hold 住10秒就1000，来喽。首先，我们先一样，双手拉到90度之后，然后我们把单手放开，然后就这样撑着，5秒钟500块，然后撑超过10秒就1000块。这个反应是感觉很简单，还是没有看懂？下到。你如果在倒数的时候有没有5、4、3、2慢慢下降，就算失败。对，你一定要盯着，你要盯住不能动。刚刚第一位来，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哇，这很沉，这很沉。哇，是右手啊。我们要正握，我们不能反握，正握。对，撑着，有想到是这个动作吗？没有想到，没有想到是高难度的。准备好，好，慢慢放开一只手，要这样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开始了，结束了，还要小心，要慢一点，不然太快怎么拉？
要慢慢放哦，慢慢放。慢点。谢谢。准备好。一二，哇！谢谢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起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八、九。十哦哦哦！今天第一位挑战成功，十秒钟奖金1000块，搞定！我告诉大家诀窍，离自己身体近一点，说得越紧越好，试试看。成功，成功者的感言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我算你5秒过 OK 500块 OK 5 6 7 8 9 10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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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最初的注意力呢，比重还是这么好。我跟他说伸展一下，就他在 posing 的，哇！我怕你拉到啊。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八、九、十、八、九、十。有了，有了。这动作难是难在你要找它的发力感，就是你上去要先控制好自己身体，上去之后感觉应该就是要用单边的阔背去控制，然后你就可以比较稳定。主要是要找到自己的身体重心，然后要做一个平衡，主要也是拉筋的力量，靠身体平衡，然后找到重心，然后去再做下一动。核心 hold 好也很重要，如果身体晃来晃去，就很容易会让你的手臂就有更大的负担。诀窍大概就是钱的力量，金钱的力量，对，真的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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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到这笔高额奖金，你打算储值下个月吗？当然，一定。我就突然连对动作。本身不熟悉，那动作控制做不好，然后一方面也是自己的能力不够，刚一直流手汗，太紧张了，
像是我就很常看盖的影片，就蛮多接剑，会结合核心或者脚的弯曲去做动作。那这个动作的诀窍就没有抓到，所以就觉得，我的肌力应该是够，就是很难把自己撑住。下次有其他挑战，你有没有想再一定会来一下？一定会来。睡啦！希望你下次还可以再来挑战。让我觉得最不甘心的是，我在偶像面前失败了。不要这么说，你们今天能来，我就已经非常感动了。这不是失败，这只是这个动作没有调整成功。这个动作其实我自己在练单手引体向上之前，会先去练这个动作。光是这个动作，我就已经练了一段时间。我肩膀快脱臼了。好，那现在这个单手定杆挑战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挑战看看的呢，可以到附近的公园或是健身房去试看看。如果你有办法挑战成功5秒，就在影片下方留言555。如果你有办法挑战成功10秒的，就帮我留言1010，让我看看有多少人可以成功的挑战这个项目。我是健盖伊，下次见，拜拜。